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嘅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可以走得更远。最感動的位置，其實我可能不知道你哋有冇留意我哋食即係雪糕溝汽水嗰位置，因為即係其實我哋經歷咗喪子之苦啦，咁樣之痛啦，咁但係我哋每次就喺度雪糕溝汽水嘅時候，就喺個苦中裏邊有翻一點甜。咁其實呢個位係即係中間隱藏咗我哋即係幾廿年夫妻經歷過嘅所有嘢咯。咁希望喺個關係入邊可以有一啲提升嘅嘢，所以喺嗰度。我自己特別感動，就係臨尾知美姨要就嚟，即係死嗰場，咁阿斌叔叔都係呃我食呢個汽水溝雪，我都臨死啊，仲叫我食到嘢。咁但係正正就係呈現，其實呢個汽水溝係少少汽水，其實喺呢個夫妻之間係佢哋一個秘密嘅語言嚟嘅，係不言而喻嘅一道甜嚟嘅，當中嘅一道甜。咁正正就係喺知美姨要離開呢個世界之前，斌叔叔依然呃我飲呢個汽水溝雪糕。其實我覺得係呢個設定係幾有趣，亦都係其實睇到斌叔叔係一個大唔透嚟嘅。其實到我臨死佢都冇著落啲鹽水，其實冇長大過呢個角色。但係正正因為佢呢份純真咧，令到呢個夫妻關係顯得格外不一樣。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其實成個角色嘅設定咧，斌叔叔係喺呢個婚姻關係裏面，佢係比較柔弱嘅一方嚟嘅，係比較就老婆嘅一個角色嚟嘅。咁呢個汽水溝汽水溝雪糕溝汽水，雪糕溝雪糕溝黃花魚，就係我哋當中嘅秘密一道甜嚟嘅。唔該曬兩位，咁嗱。不好意思啦，時間關係，我哋冇辦法俾咁多人再問問題。不過趕住走啊，我趕巴士啊。係啦，但不過咧，都想完結之前咧，幾位不如都同睇有咩説話想同觀眾講。我講先啦。咁我諗今日有少少特別，就係今日係情人節前夕，係嘛？咁今日。咁咧，我其實都有啲心情嘅説話想講下嘅，因為。我想將呢套戲獻俾我兩個情人，一個係我太太，亦都係呢套戲嘅編劇羅金斐，同埋另外一位就係我嘅女啊。其實佢呢個四隻字係我女寫嘅，佢係啊係啊，佢係幫我做咗呢個題出嚟嘅，即係呢四隻字就係一個小朋友嘅字，佢嗰時六歲嘅時候寫嘅，咁。我的女兒也都在這套戲裏面有一個角色在這裡，不過大家再猜猜她是誰吧。那我覺得講多一點，就是這套戲呢，好像我跟太太一起寫出來，好像是我另外一個女兒一樣，在電影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我都有一個女兒一樣，所以這套戲對於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一般大家父母，如果有父母就即是大家做過父母就知道，無論這個小朋友是靚不靚、聰不聰明、善不善良，我最愛的都是他。當然這套戲也很靚、很聰明、很善良，所以藉著這個時刻，我想係咯，同講少少辱罵的嘢，係啦，我係咁多。俾啲掌聲，導演吳玉華，你都冇講我愛你啊，老婆，呢啲先係辱罵啦。今年我自己都身體力行入咗戲院，睇咗好多嘅香港嘅新進嘅導演嘅片啦，亦都睇咗好多香港電影啦。其實好多部都好出色，同埋好多新進導演都呈現到好多唔同角色嘅風格啦。咁呢部戲都係賈導演嘅首部嘅電影啦。咁佢呈現出嚟，我相信啱啱睇完嘅觀眾都睇到佢係有佢自己嘅風格喺裡面嘅。咁我好希望大家繼續用對腳去支持香港嘅新進導演，亦都欣賞一下賈導演佢執導嘅呢部片嘅片風啦。其實係
比較不一樣嘅，即係比較上少少係文藝少少，咁但係都不失娛樂性嘅。咁希望大家睇完中意都嘗試推介俾你身邊嘅朋友，因為新晉導演好需要有你哋嘅支持。多謝你。我想講翻就係，即係講翻頭先導演所講嘅流水落花呢幾個字嘅對應啦。其實開始前同開始中間同導演嘅感覺都係一樣嘅，但係我拍完之後一年到咧，我對流水落花呢幾個字咧係有一個唔同嘅感受嘅。咁我覺得咧，其實我哋所有人所有生命都係落花，而時間係流水。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大家喺度相遇，其實我哋大家都喺度幫緊大家。所以我哋大家希望如果你中意嘅話，幫下我哋同到同身邊唔中意都幫啦，唔中意都幫啦，係啊。係啦，多謝你哋，多謝你哋，俾兩位小朋友都放心。兩個有冇咩講啊？咁頭先阿賈導演都講咗係情人節之前嘅一日啦，咁喺度祝大家情人節快樂，甜甜蜜蜜，開開心心。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流水落花》，亦都繼續支持賈導演，甚至支持更多電影，因為我覺得呢套戲真係好感動。而有一場鬧交嗰場戲咧，我之後睇翻我真係少少眼濕濕，其實真係唔知點解我都覺得好似都係一樣都感受到好強烈嘅唔開心或者好強烈嘅傷感，但係咧我希望咁多位可以繼續中意呢套戲，都希望大家可以 share 出去。我右手邊，劉晨，我右手呢度，呢個唔該，導演導演，左邊再望多次唔該，左邊，左邊，呢度呢度，上面上面上面，左邊，嚟啦嚟啦，我哋嚟啦，講一句支持流水落花好唔好啊？嚟嚟一、二、三，支持流水落花。不如講多次咯。我哋再講多次喎，再講多次。對住邊度講？好，對住邊度？聽出嚟，向住我哋講得㗎。好，我哋嚟啦，嚟多次啦。支持流水落花，一、二、三。支持流水落花。唔該曬咁多位觀眾。好，我哋。好啦，要讓條路啦。好，要出發啦！大家唔好拉，穿。知道。我哋出去先。好，先。我先。